35年来，这些经典的老师形象，黄老师依然长存我们心中。啊，战胜！喜剧35为致敬老师，特意安排了惊喜。同学们上传了献给老师的视频。Are you ready？ 南华小学，我们要来喽！Hello， 我今天来到南华小学，我的母校的原因呢，就是要来祝这里的一个很特别的老师 Happy Teacher's Day， 给他一个 surprise， Let's go。10年来，陈邦君扮演过众多的角色，今天他的角色是带给一位老师终身难忘的惊喜。在邦君和同学们的精心安排下，这次惊喜大获成功，很惊讶，真的非常开心，谢谢你。我要谢谢我的同事，谢谢他们安排这一些，还有我的学生。亲爱的苏老师，老师您辛苦了，您是一个很好的音乐老师，谢谢您这么有耐心的教我们，还组织演唱会和表演。苏老师，教师节快乐。苏老师和同学们与邦君度过一段欢乐的时光。我今天来到南华小学呢，是因为有一群学生，希望我们可以给他们的音乐老师苏老师一个惊喜。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呢，非常喜欢《阳光夜色》里面陈浩伟饰演的方老师，没想到呢，今天就可以代表戏剧35来到学校给老师一个惊喜，我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荣幸，也在这里呢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。Yeah！